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利嘉閣堅尼地城分行的 Gary，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西區精品單位。這個物業呢就2003年落成的，兩梯三火。今天介紹的這個呢就350呎兩火一廳，我們即刻帶大家去看看。彩日軒發展商九龍建業位於堅尼地城中心位置，附近有米芝蓮食肆及將會有新戲院，交通方便，三分鐘到地鐵站，有小巴出旺角。好，我哋入咗你呢個廳嘅位置咧，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個窗有一個好大嘅窗望到出面嘅海景嘅。好，咁我哋可以行到呢度咧，可以見到一個飯廳有一張小型的餐台，我們走入廚房呢都看到有上下的廚櫃可以擺嘢嘅，咁行出少少有一個工作平台。好，我們看完廚房，我們再看下客房。客房呢個位置咧，都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，亦有望到前面嘅海景。好，我哋睇完客房，我哋再睇埋浴室呢個位置。咁亦都有浴缸、洗手間，乾濕分明。好，睇完浴室，我哋就介紹一下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呢個位置咧，右手邊就有一個窗台，左手邊我哋都望到開揚嘅海景嘅。好，我哋睇完一個咁靚嘅海景之後咧，咁喺呢個位置我哋可以擺一張雙人床啦。跟住呢邊咧，可以擺一個梳妝台。好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可以打電話嚟利嘉閣堅尼地城分行嘅 Gary， 多謝曬。